张含韵自从参加偶像来了之后就慢慢回到大荧幕，但是却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她胖了。在那个节目中经常被赵小刀赵丽颖说胖，而张含韵也在节目中表示要减肥，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节目中做游戏时还被赵丽颖骂过死胖子，而娱乐圈的女明星基本都非常瘦，也是是因为节目中被打击够了。张含韵在决定真正开始减肥后就戒掉了一切高热量食品，不但吃得相当清淡，连情人节都在控制饮食。最近减肥成功的张含韵在微博分享自己的减肥秘诀，就是一定要管住嘴少吃，看得出张含韵自信心提高了不少，再也不是赵丽颖口中的死胖子了。